真的挺清新的。不过阿 J， 你冇理由咁早约到我嚟，就是请我喝杯水咁简单啊？九套山咧，其实是一个传统的豪宅地段，它大多数都是独立屋或者别墅。今天咧，我就特登带你嚟九龙山呢度睇一个三房的单位。嗯，咁啊，事不宜迟，不如入去睇下咯。好。诶，呢度业主应该采用了一个简约的装修风格喎。不过你不是跟我讲话佢住紧嘅咩？点解呢度咁简单嘅？业主咧，其实九龙山呢边咧有几个单位嘅，但系咧呢一个单位佢就净系我嚟度假嘅啫。哦，咁即系话业主可能星期一咧攞呢度就嚟睇下书咁啦，星期二就攞隔篱座嚟瞓觉，咁啊真系星期三就可以招呼下朋友咁喎。冇咁多啦，我带你睇咗先啦。好啦好啦，入去睇下啦。咦，主人房正喎，一起身喺露台又听到雀仔叫，个人嘅心情都开朗啲啊！业主就系因为中意呢个景，所以就买咗呢度啦。两间客房都有超大落地玻璃窗，睇到山景，个景同主人房有得挥噶。厨房面积都唔细，连接埋储物室加厕所噶。系咪几好呢？系啊，真系冇介绍错喎。不过我想问呢度到底几大啊？呢度咧就有实用面积963尺，佢就三房一套嘅设计嚟嘅，仲有一个多功能储物室连厕所。如果迟啲你再有朋友兴趣嘅话，我都可以再带佢嚟睇噶。好喎，咁即係話，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，記得聯絡阿 J 啦。